哎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玩这种叫单挑的游戏视频啊。这把我是和这个叫哥哥屋的，单挑。他用的是后羿，我用的是樊中。他现在是打着打着不想打，不想打，我就把他拉到走到他家门口去轰他。他还说我骂我，欺负他呢，说我欺负他。他想出来，他不是在家里好好补血，他跑出来了，我不让他出来，把他囚禁在水晶。等待他复活啊。复活再轰他，但是没想到他跑了啊！小朋友，他不等我。你糖吃，你跟叔叔去玩好不？跑掉之后，我继续追击，把他的兵暂时不清兵线啊，然后又躲回来。然后我们再开炮塔，哎，这时候是打塔，他可能看到我是打水晶，冲出来，直接被我大招轰了。啊，这一波他站在那里跟我 PK 啊 ，PK 之后我，因为我这个时候我没有吸血之刃啊。所以说我这一波拼不过他，反而被他劈死，他在里面不出来，轰不死他，直接被他射死。我准备打个字啊，就是说你忍不出来。你跟他玩还挺好玩的吧？逗逼，两个逗逼互相撸。复活之后啊，准备过来，他还叫我过来啊，可等你啊，可等我推是吧？准备兵线进去一个，兵线进去一个，我就过去，冲到他躲到水晶里面不出来，还要我推，等着被我推，但是我现在还等待机会啊，先把这个炮兵解决掉，然后冲进去，先冲到这个安全区域啊。他清理一下兵线，让他清理兵线，别打我，打的就是你了，不打你打谁？单挑不打你打谁？虐你虐的就是这种感觉。然后我准备冲到他家门口啊，在这里等待他复活，玩不玩？准备等时间啊，等时间到了，我准备开个大，还有几秒钟。兵线的话应该是能扛得住啊，等他快复活的时候赶紧开个大来轰他。就这么守在这里欺负他，怕把他打推了，赶紧把大招给踢了。又整几秒，让我清兵线好不？不好，就是要把他守在这里，不让他出门。呀，这个意思，一不小心，一炮把这个水晶给轰掉了。兵线进了范围内的，反正拆塔就伤害就高，本期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欣赏。